点钟挂号，我爸爸爱行爱搭半点钟去公车站，一百斤一担呢，半点钟到公车站，上了公路局的车，我们从林荫路，从观音山，我们坐到台北桥的保安街，然后呢，伊爱站过车路，迄阵就换我妈妈，站过车路担迄一百斤，担过车路去坐，阮去对，阮去士林。闪过车路去坐迄个什么302啦、323啦，去以前的光华戏院，捌听无？光华戏院落车了后，阮的单位伫倒，第一条叫做华龙街200公尺陆地，所以伊爱搁搭去到200公尺，迄个陆地遐伊也袂，阿你有辛苦。没有人来收购吗？没有，以前吼卖竹笋是这样子的，你介绍要较好，就是家己买。你来讲，你得希望有自己多一点时间，你得交就是给那个大盘有没有？以前有什么中盘啊，他们专门在收，是这样子。那因为蚊子很多，我刚刚说的，刚刚那个也是新股，那蚊子很多，蚊到炸哈。水源里面哈，早上没什么风，很闷热。叫你穿长䘼的。帮阿姐穿长的，你穿袂掉。一般我去，我都绝对穿一条短裤，穿一个背心。有没有在用蚊香？其实我以前也都没有在用蚊香，所以我会拢拿挂吊顺，拿怕蚊啊。那现在有厂商很聪明，他去发明那种，这个可以是吊挂的，